You're watching a brand new episode of Middlemost Post. Now on Nickelodeon. 从前有位船长，他很谨慎严肃。某天撞到一座山，让他觉得好幸福。快乐欢喜像飞舞，开怀大笑像欢呼。小云朵帕克宣布要跟新老板相处。大胡子船长说嘿，可爱的云朵说嗨，他们成为工作伙伴，从此互相帮助。正中央邮局，正中央邮局。